就把我那台东的住在那民宿的一个感觉，那然后尽量的去呈现出来。总共有了11只猫，还有男主人跟女主人带人很好，那有很特色的早餐。我们去住了10天，他挑战自己做了10样不同的早餐给我们，啊，都很丰富。所以我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餐盒来表示我那时候的感触，这样子。